很小的一个善举，如果乘以13亿，那一定是爱的海洋。没错，哪怕是很大的灾难，如果除以13亿，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所以，让我们众志成城，抗震救灾，重建四川，建设我们最美好的祖国。谢谢，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继续有请春春演唱《少年中国》。都在这，年少的壮志就